一步都需要坚持，因为你每走出一步，就代表你更接近成功。我曾经是一个设计师，完成一个又一个令人赞赏的作品，但我需要更多的突破。原路可能充满挑战，但这个从来不是我放弃的藉口，因为我相信我值得拥有更好。只要不断寻求蜕变，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，那就可以突破每一个挑战。最重要的是沿途有你，令我的世界变得更光更暖。成功你都得，我是 Tekka。